每天起床的日常保养是维持青春的必修课，让我们从 Luminous 复活基因系列开始美好的一天。取适量洁颜露加水，轻轻搓揉后起泡，轻柔按摩脸部15到30秒后，以清水洗净。取出面膜并展开，撕除一张固定膜，将中间凝胶光滑面敷于脸部，再移除最上层固定膜，约20到25分钟后取下，用指腹将多余的精华液按摩吸收，不需再以清水清洗。按压瓶身约挤出米粒大小至刷头处，轻刷眼睛下方及眼部四周肌肤，静待3到4分钟，眼部保养就完成了。按压1至2下精华露于手背上，用指腹轻点在脸部，按摩至完全吸收，肌肤的基础保养第一步就完成了。再来就可以针对肌肤的个别需求进行加强性保养。1至2下，焕颜精粹于手上，将钻白因子揉开后，涂抹于脸部及颈部，轻轻按摩至吸收，你会看到肌肤自然透亮。取出适量日霜，以手均匀涂抹于脸上和颈部肌肤。SPF 30的防晒系数，质地清爽不黏腻，能有效留住肌肤水分并保护肌肤。上完日霜，你就可以准备美美出门了。Luminous 复活基因系列，让您可以在5到10分钟内轻松简单的做好日常保养，且适用于各类型肤质。逆转肌龄，就从 Luminous 开始。忙碌了一天，无论是脸上彩妆或空气污染，都会让肌肤老化受损，就让 Luminous 复活基因系列帮我们恢复光彩好气色。先将双手洗净后擦干，取约10元硬币量，全脸按摩约1分钟，待彩妆溶解后以温水洗净，确实做好清洁保养，才能事半功倍哦。均匀厚敷在脸上和脖子，每周使用1至2次，停留约15到20分钟后撕下面膜，再用温水将脸部洗净，重拾肌肤水润光泽。瓶身挤出约米粒大小至刷头处，轻刷眼睛下方及眼部四周肌肤，静待3到4分钟，夜间眼部保养就完成了。按压1至2下精华露于手背上，用指腹轻点在脸部，按摩至完全吸收，还原肌肤的最佳状态。1至2下，焕颜精粹于手上，将钻白因子揉开后，涂抹于脸部及颈部，轻轻按摩至吸收，主动打击黑色素，养成光样美肌。用刮棒取约1颗珍珠的量，涂抹于脸部及颈部，用指腹按摩推匀。夜间脸部保养的最后一道手续即完成。
取适量媒体霜，均匀擦于身体各处肌肤。建议可特别加强手肘、膝盖等易干燥的部位，亦可当护手霜、美颈霜使用。做完整套保养，可以安心入睡咯。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。完整的保养也需要充足睡眠，让身体好好吸收。 Luminous 复活基因系列，不论白天或夜晚，守护你的青春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。